是谁，当时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自己肯定能演好，现在打脸了吧？演不好就演不好，反正我本身就不屑用这种方式还击的。是是是，陆大总裁说的是，只是眼下顾言已经上钩了，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罢演，那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陆先生，您就消消气嘛，你知道我心里有你的。哼，你真不打算理我了？嗯，反正你们没有我也演不好这出戏。当然，你是绝对男主角。要我配合是可以啊，但你得答应我几个条件。都听你的。第一，一周只跟 Chris 睡一天，不要让他学会独立。第二，你要随时关注我的心情，只要我心情不好就要马上来哄我。当然同样我也会这样对你。第三，半夜不能跟陌生男子出去，除非我在。第四，为我们夫妻和谐发展，我们每天都要例行晚安吻。第五，奶奶想要苏子义改姓陆。苏北，我知道这几年你很辛苦，我也会努力弥补你们。但奶奶，你不用这么说， Chris 是你的孩子，永远都是。抽个时间去办手续吧。我们一家三口，以后谁也不能再离开。履行第四条，陆先生还满意吗？不满意。睡前亲才是晚安吻，这个不算。你是不是该回家了？这里就是我家。认真点，不要露馅了。今天要不是你关着灯，顾源送我回家的时候就发现了。再加一点，以后不能在我面前随便提别的男人。